今天买了一个新的钢瓶，插箱那么繁琐的过程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为什么会做这样一期视频呢？只是想给一些还没有入手或者是准备入手二氧化碳钢瓶的朋友，给他们一些建议吧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买的瓶子，这是一个两升的建设钢瓶。这种瓶子的话有一个很不好的问题，就是你气气站充气，基本上因为安全性的问题他们是不会给你充的，气站那里是地窖，他们随便把开关一打开，这个气就会很大的压力冲进来，他们怕瓶子受不了，所以说到最后是不会给你充的。这个瓶也算是我踩了一个坑吧。不管你买两升或者四升，一般的气站都不会给你充的。唯一能充气的方法，就像我上次有一期视频做的，就是用大瓶跟小瓶对冲。也不是说问不行吧，但是有个问题是后期你使用起来会很麻烦的。像我这样的大瓶对小瓶充气的话，这个缸一般能用两个月左右吧。我最近工作都比较忙，这个二氧化碳已经停了很久了，这些草都没怎么长，有些状态特别差，特别是这个帕蒂亚珍珠。所以我现在换了一个更大的瓶，这个是一个15升的，给大家对比一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。这个相机的广角不是很高，差距还是很明显。瓶子是在某多买的，价钱239块钱。就一定要买这种带合格证，没有合格证气站也是不会给你充气。合格证跟机身的条码一致，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个8升起步的吧。有8升、10升、12升、15升，如果是40升的话就有点太大又高，没必要，就浪费太多空间。其实价钱是一样的，这个钢瓶240，你再买一个木筏的表200多块钱，差不多是400多的样子。养鱼毕竟是你的一种爱好，其实我觉得花这点钱真的很值。因为对比身边的朋友来说，有些喜欢喝酒、打麻将、赌博，我觉得花这点钱还是很值得的。特别是这种大瓶，充一次气基本能用4-5年，是真的不夸张。今天废话有点说过头了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投币、点赞、加关注，然后下一期我会带来